好，欢迎来到 ETR Mini Race。那么呢，刚刚好呢，可以看到这个今天这个 ETR 前面结束了45分钟的团练呢、啊。那么当然，这个因为用时间计算呢，其实基本上没有所谓的这个个人的怎么讲，就是排名啊，并没有算这个排名，但是呢，每个人的表现呢，瓦数呢，可以看到呢，大概 2.9 左右呢，完全按照计划。那么今天呢，整个来讲呢，就是我们把这个赛事呢，跟团练呢，还是分开。那么这样呢，有个好处就是，等一下可以看到比较精彩的比赛，而且就是短短的5公里，很快啊。那么上个礼拜7分半就结束了。那么呢，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看一下昨天的成绩啊。这个是昨天的周三比赛的一个成绩啊。那当然，这个整体来讲呢，昨天呢算是被日本选手啊Nishimura把我们 PK 掉了。所以呢，当然这个在 ZP 上后来的成绩是，他好像有一些这个没有登记的问题，但是我们还是依照实际的情况啊。不过可以看到呢，这个他这个心跳179，其实均心跳这个真的是蛮高的。那么当然呢，台湾的选手呢也表现很不错，陆地屋哦，他就可以这个推力比到4，然后呢，均心跳170也是相当的高啦。那当然，这边大家就是几个熟悉的名字。那这个排在第3的日本选手 Arkstrong， 那也算是很猛了。所以可以看到他339瓦，但他的这个推力比4.2，所以表示他的体重呢应该是不轻啊。那4832，换算一下大概80公斤哦。对啊，但是均心跳来讲，平均的心跳也都蛮高的。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昨天的这个战况啊。那么今天呢，当然又是新的一个局面啊。今天的比赛呢更短，昨天呢可以看到10公里多呢比了13分50秒，其实这个成绩算是还不错啦。通常以13分半以内都算是很快的。那当然就是整体来讲，今天呢我们就是先回到我的主场景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整个来讲的话，目前的参赛人数很多还没有进来啊。那么离比赛还有6分钟，所以呢整体昨天呢有一个，就是我昨天介绍一下我们 TDR 的这个海拔赛啊。那可能讲得太快了，所以有些这个观众还是不太了解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海拔赛啊，我们喊出的口号是要爬9000公尺。那爬9000公尺就超过这个珠穆朗玛峰了。所以呢，那当然也有一组是4000公尺的，至少也超过5岭，所以基本上呢，要报名这个活动呢，你可以到伊贝特呢查这个 TDR 海拔赛，可以看到这个这一次的送的这个完成的奖牌呢，也还可以兼得当手机架。所以这个呢，补充一下，这个玩法呢，就是不管你是骑线上的或者是骑户外的，只要你累积的这个海拔数呢，在3个礼拜呢超过9000公尺啊。也就是说你大概要爬3次5岭不到啦。但是这不是叫你短时间之内爬完吗？就是3个礼拜给自己一个目标，那么呢来参加这个排名，那我们还有送一些赠品。但是前一场呢是这个 TTR 500公里我们是算公里数，这一场呢我们就是设计成有点登山王的样子，所以给了这个用海拔跟登山王。那当然前10名完成的呢也是有特别的车衣啊。那回到这个比赛的现场，我可以看到这个
很多都是刚刚完成团练的，刚刚团练的部分呢，45分钟大概有100多位啦，100多位参加。那当然有些呢不见得会全部进来，我来看一下现在报名的有多少人呢。先看一下我这个今天下午我自己起的，也没什么，就是 FTP 破了一点点，所以今天下午跟很多团友都认不知道，就是我晚上这边报我们都没跟着起，但是其实我都是练中午了，所以今天中午呢算是一个蛮高强度的，就是一小时起了43.4均瓦到241啊，所以训练效果还算是非常不错。 Lift 的好处呢就是这一点，就是我特别喜欢。那我们把画面切换一下，切换到另外一台来看看今天的。目前这个还没有刷屏，所以呢跳出去一下再回来一下。就从这个地图可以看到，就是大家起点的这个像一个码头一样，这个以前也没有，这个是后来现在越做越好。哦，这今天这个比赛总参加人数达到58位啊，所以刚刚呢基本上呢有参加团练呢很多人都留下来参加这个比赛啦，所以5公里的小比赛，距离短短的。当然我们看看，因为我们鼓励大家多报 A 组 B 组啦，我们的镜头呢比较好抓。 A 组11位 ,B 组32位 ,C 组 12,D 组只有3位。但是这个很短的，所以瓦数呢推力比呢你不能超过这个瓦，不然在 Zip Power 里面呢就会把你的级别就是重新编排。那当然我们因为这个5公里啊，其实我们其实就到等一下就直接用成绩来分了，直接用成绩来分了。那看看等一下会不会有成绩榜单啊，就这几次报呢比较不顺的，就是进到终点之后没有成绩啊，就觉得少了一点，我们比赛还是需要有这个成绩嘛，对吧。所以呢昨天也是比完之后他们是丢到 LINE 给我了，那但是慢了一点我就先关机了。今天看看，我刚刚看到我用我自己没有出发的好像也会有成绩，对，等一下看看是不是直接会有，那就好办许多。那现在是用我自己当主视角，最近这个 Zipped 就是因为环意大利嘛，所以它的主题就是变成你又可以解一个任务啊，只要骑环意大利呢1/10的公里数呢就可以得到这件粉红衫。对呢，我应该差不多已经完成了。所以呢，现在进离比赛呢还有57秒、52秒。可能有看 FB 的，就是有看到前面的文字叙述啊，就是很多车友想要提升自己的 FTP 呢。FTP 呢当然是一个指标跟一个训练很重要的，怎么讲，就是说要说呢，就是说你不管是后面延伸的 TSS 跟你的训练量，其实正确的 FTP 非常重要。不过很多人误以为把这个20分钟的 TT 跑好，然后 FTP 就变成是好像是一个个人生涯的成就达成了，但其实这个方向呢也可以说有点不正确啦，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讲、哦、这个现在呢比赛呢正式要开始，我得先把这个画面往前面找。这个出发怎么有点延迟的感觉呢、哦、对，因为这个 C 组 D 组呢比较后面了、啊、
这一组呢，怎么有人偷跑掉了？差了一秒，哇，这后面很猛啊！那南非的跟美国的，那个林鸿明呢又跑到更前面了。那同样的，今天呢，有可能这五公里呢，直接就是一个虚拟拱门了，所以我会看不到这个，看不到这个拱门的位置啊，因为我是一个参观者的视角。那没关系，五公里很快啊，现在已经跑了500公尺，我们就看他们跑的距离呢来做估算。而且今天就是平路正跑，所以呢，五公里大概会在哪里呢？好像应该过了海底隧道上的那个段吧。今天这个成绩好像有点乱啊。你的集团好像乱掉了。现在得往前找，看起来这边才是领先群啊，那前面还有没有人呢？第五位，好，第一位，哦，我们先放在香港领队 Bosco 身上好了，严明泰也在这边，今天试了一个新的视角。这样子看，可以看到后面的选手紧跟在后。那目前已经进行了 1.5 公里、啊、回到刚刚的话题呢，就是说呢，这个大家都想追求这个 FTP 嘛，但是 FTP 真正的意义是你一个小时啊，你要一个小时的均网能力，所以我们一般呢就用20分钟做一个测试。当然前面你要先做一些强度刺激，把那些无氧的能力放掉，就是尽量不要让无氧能力来干扰。那么呢，做完之后这个20分钟的均网就是 AP 啊，打个95折。当然现在还有更新的方法，不过呢，总之它的原理大概是这样。所以很多人听到说，哇，我 FTP 300、350哇，说实在那非常的高。那我们大概 C 组、B 组这边呢，大概都是在200到，我们这个团好像还没什么看到300的，大概就是200到280左右了。那但是呢，大家都想用短的时间呢去追求提升这个 FTP 能力，也就是说你的基础能力就会不断的上升。但是呢，光是靠单练这个20分钟的 TT 呢，绝对是不对的。所以呢，还有很多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，很多是有点像铁人或者是骑挑战赛，那大部分他们都只能平顺的在一个速度上保持啊。但是呢 ，TR 呢，因为我们是公路车啊，比较像公路赛、啊，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些突围啊、突袭啊，或者是说间歇啊。这个时候其实像我们所谓的冲刺能力15秒的，然后1分钟的，还有那个5分钟的这些能力呢，其实都蛮重要的。那么这个五公里呢，就很好锻炼这个5分钟的。那当然，等于我们把这个整个长的这个能力呢，先用短的来做一个强度的刺激。那借由大家互相的一个竞争呢，跟互相陪练啊。那我现在视角呢放在这个无敌的身上呢，就是千瓦哥啊，那冲刺可以破千瓦。那其实最近我们 TDR 里面冲刺可以破千瓦的人也越来越多了。总之呢，就是把一个训练的概念呢拆解，从长的我一次做不到这么长，我可以拆成一半，拆成三半，拆成六半，然后间歇的去把它完成。那这样子的刺激呢，把自己的能力提高。而且呢，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，其实像国外啊，我们国家队之前可能也聊过，国家队要请这个陪练员呢、啊，还要花很多的钱。那我们在这个 Zip 上面呢，大家同号呢，互相呢彼此一个礼拜有2、3次的这种刺激跟竞争，再加上周末的骑乘，那整体的能力呢就提升的蛮快了。聊着聊着，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最后1公里了，现在看到 3.9K 的地方了。不过前面呢已经有一个。好像集团呢有点小小的往前分散，哦，有2人集团跑出去咯。
现在你先两秒，快换一个视角，很难得，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后面的差距啊。甩开四秒了，可以看到哇，他已经开始，还有600公尺就已经敢全力以赴了。这个 KQ 现在持续呢570瓦，这也是一种策略啊。我跟你拼千瓦，我没有一面，可是我可以500瓦冲很长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策略啊。看到他现在的这个推力比已经来到 7.8 瓦每公斤了，但579瓦、580瓦一直持续的维持啊。啊，这个包括后面的好员一路跟着呢，也没有办法。看来呢，今天呢 ，KQ 要得手这个冠军了。4.9 公里了，哇，600瓦还可以持续的加，真是猛啊！心跳173。那么呢，后面已经拉开了12秒了，看起来呢，他已经等到他开始放的时候，应该就是已经结束了。那我们来看看后面的集团呢，可以看到吴峰章在后面呢，又在集团的前方了，但是他们已经拉开15秒。哎，这个他已经进终点了，真糟糕！我这个突然跳回我的画面。我们再抓一些后面的，还可以看到吗 ？Bosco， 哎，好源跟 KQ 还在跑吗？看来拱门还没到哦。啊，大家已经放掉了，应该已经进入终点了。最后不知道成绩是怎么样呢？看我的视角还是没有成绩，这时候可能要靠队友来支援了。C 组集团还在进行吗？看一下 C 组这边啊，日本选手，然后一些美国选手，哎，这个就比跳了。好，我们的这个成绩呢，已经有来了。切换一下，看我们的成绩，果然这个冠军是 KQ。第二名好像有这个，欸，Y 秋好像有，这边有给我们 Y 秋，应该是周奕清哦，来自台南，也是不错，70公斤，我 FTP 也有280，第二名，第三名 Nick 林也是有给我们名字，我看一下哦，林伟君来自宜兰。他比较幽默，他说爬山平路全不行呢，今天拿了第三，哦，那他体重只有64公斤，对 ，FTP 有250，相当不错啊。那再接下来呢，这个 Hi Mr. Bike 啊，那这边可能要再花时间找一下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再看下面，就是对吴峰章跟林永明两个一对宝。其实我们这个成绩呢，大概就不分什么 A、B 组了，因为整个来讲呢，大家基本上 A、B 组同时出发。再往下看呢，这个刘 X
拿到第七 ，Postal 拿到第八，那第九、第十 ，AD 张胜雄也在榜上，哎、欸，无敌挂在十七名，啊，算是今天还不错的一个赛事。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。哦，这个是从 Bosco 的成绩来看的。好，那么呢，今天的小比赛呢，整个结果就到这边。那接下来呢，其实又到周末了，准备要到周末了。那大家再可以去外企做一点长距离的。然后呢，当然接下来呢。今天来讲，就是可以等一下可以看看环意啊，环意呢也到后面了，蛮精彩的。那么今天的转播呢，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那谢谢各位的收看。那我们下礼拜有下礼拜呢的比赛呢再碰面啦。好，拜拜。